者曾文荣台北报道。38岁白俄罗斯籍艺人玛格丽特做路花式综艺非常赞，在表演国标舞时一因高跟鞋抓地力不足，在被舞伴高举时后脑勺直接撞摔，现场传出巨大撞击碰声，全场人都惊叫，玛格丽特更是倒地不起，表情茫然无神，双手无意识抖动，录影因此中断。所幸经过检查，玛格丽特没有大碍，敬业的他又继续录影。不过他的受访时也记犹存，当下脑中一片空白，过两秒才意识到自己摔倒了，现在身体都非常的痛，看了影片才知道自己摔得那么夸张，还好是先摔到屁股、骨盆、脊椎都没有问题。同场艺人也被吓傻，以为他可能是脑震荡，他一开始表情茫然，我以为是脑震荡的表情，觉得应该是爬不起来了。孙协志本身常因上游戏类节目变伤兵，他语重心长地说，刚好也可以让观众知道每个演出都是很不容易的，艺人都是有风险。主持人张飞则心疼表示，他每次来上我节目都太认真，现在才知道国标也有相当大的危险性，很平常的动作也可能伤筋断骨。玛格丽特空中开腿抛舞意外惨摔倒地不起，全场人都发出惨叫声，所幸后来检查无碍，华视提供玛格丽特空中开腿抛舞意外惨摔倒地不起，全场人都发出惨叫声，所幸后来检查无碍，华视提供玛格丽特空中开腿抛舞意外惨摔，所幸后来检查无碍，敬业的他又继续录影。华视提供玛格丽特空中开腿抛舞意外惨摔，华视提供。